我记得你是来过我店里的客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不是误会我什么了，所以才来店里找我的？误会你什么了？本来这个地方也不应该有你出现吧。所以你来是干嘛的？哎，你来了，进来吧。我做了面条，一起吃点。关医生，你女朋友在门外。夏天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晚饭都做好了，但好像没有我的份。哎。